什么？完美，小强，花花，怎么样？时间刚刚好。很好，罗克，去把垃圾倒掉吧。罗克，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罗克，我们要把这些篮球收拾好。知道了。我先送过去了，你们快点儿。好的。呀，哎，变成猫，我想到好玩的了。快点儿，再快点儿。你们两个太过分了。罗克呢？他说马上就过来了，让我们等一等。好吧，我们就等他一下吧。呱呀，呱，呱呱。大家好啊，我来了。你又迟到，不去了。我也不想啊，就闭上眼睛2分钟而已。哼，明天开始我就要让你好看。我也走了，迟到大王。罗克，依依说明天开始让我好看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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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时间刚好。哎呀，你一大早来我家就为了抓我来上课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对你进行严厉的监督，直到你改掉那些散漫懒惰的缺点为止。啊，不是吧。哎，哎呀，罗克，依依来找你一起上学了。依依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很不舒服，可能是病了。你帮我请个假吧。那你好好休息吧。罗克病了，不去学校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他没事吧？要休息一天。快乐的一天开始喽。我回来喽。我们也来了。罗克，大家来看你了。大家好啊。罗克，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浑身发热，呼吸困难，床都下不了。哎呀，哎呀！爸爸说过，发热的时候敷一下冰就好了。那就起来敷冰吧。啊，这真的要吗？来喝药吧。看来得打针才行了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感觉更不舒服了。不如问一下无所不知的猫老祖吧。猫老祖，罗克不知道为什么生病了，你能帮忙查一下吗？没问题。
分析完成了。马老祖，发现我装病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了，只要罗克。断线了。这是什么？一定是很重要的线索，可能是一朵花用来占卜的。我觉得像一种草药。确实有点像，不过在哪里见过呢？我好像在郊外的森林见过这种草药。森林？那么危险的地方。没事，各位，我多休息就好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明天再见。大家早上好啊。罗克，你的病好了吗？突然就全好了。再不好你们又来折磨我，我怎么受得了啊。伊呢？他平时都是最早的呀。我今天看到他一早就出门了。给他打个电话就知道了，有必要 Q？草药终于找到了。这个怎么办呢？不是吧，还没有接电话呢，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不怕，我查一下他的定位就知道他在哪里了。啊，难道他去森林找草药了？我们快去看看吧。依依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里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上不去。别怕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有办法了，做一条索道吧。但是要怎样知道两边悬崖之间的距离呢？有了，有必要 Q， 请把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地图调出来。现在地图上的比例是1:5000，然后我们这边悬崖到对面悬崖在地图上显示的距离是1厘米，根据比例尺的公式，实际距离等于图上距离除以比例尺，所以现在我们用1厘米除以1/5等于5000厘米，5000厘米等于50米。所以编程猫，请让卡布们做一条50米的索道出来吧。没问题。卡布卡布，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变成喵数学帮，万能的工具。变成喵数学帮，卡布真神奇。卡布帮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追。变成喵数学帮，卡布喵喵喵。卡布帮，卡布圆，还有卡布追。卡布圆，卡布追，还有卡布帮。数学帮变成喵，万能的工具。你们都没事吧？没事，罗克，谢谢你，帮你找到草药了。吃了这个，病就会好了。罗克，你不是病了吗？怎么？其实我没有病，只是不想时刻被监督着，所以才装病。看你冒着危险来救我，我就原谅你吧。依依，谢谢你啊。终于联系上你们了。罗克的病情怎么样了？难道我真的有病啊？你因为长期不吃蔬菜，导致身体缺少维生素，
所以你以后必须要多吃一点蔬菜才可以。啊，原来就偏食而已啊。好的，以后让我好好监督你，让你不再偏食吧。顺便摘些野菜给罗克明天吃。不是吧。可是你个子这么小，是不是小时候偏食呢？谁说我偏食？我可是什么都吃。那我问问，可乐罐？不吃。盘子？不吃。轮胎？不吃。大铁桶？不吃。果然很挑食。你要看，你给我闭嘴。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在绘制地图时，需要把实际距离按一定的比缩小，这时就要确定图上距离和相对应的实际距离的比，就叫做这幅图的比例尺。比例尺通常有三种表示方法：一、数字式；二、线段式；三、文字式。比例尺公式：图上距离等于实际距离乘以比例尺，实际距离等于图上距离除以比例尺，比例尺等于图上距离除以实际距离。在比例尺计算中要注意单位间的换算。单位换算，图上用厘米，实地用千米，厘米换千米去五个零，千米换厘米，在千的基础上再加两个零。每天都是牛奶煎蛋，早就吃腻了。要健康营养，也得换换口味啊。这是牛奶换成豆奶，煎蛋换成水煮蛋，都一样。又换回牛奶煎蛋，又不 IQ， 没有别的食物吗？什么？你说鸡蛋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，与人体蛋白的组成极为相近，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率可高达98%，常吃鸡蛋对身体发育成长有很大的帮助。罗克怎么啦？变成猫，你好像很高兴，有什么事吗？茶烧春要举办好吃美食大赛，我被邀请当主持。美食大赛？我也要组队参加。我不会煮饭，怎么参赛啊？这倒是个问题呀。有了，依依会煮饭，找他就好了。喵！第一届真好吃美食大赛开始。我是主持人变成猫。哇哦！现在为大家介绍本次比赛的参赛选手。首先登场的是学校食堂管理员糖果婆婆。食堂伙食天下第一。接下来是风雪美食家冰淇淋店老板。只有冰冷的美食才能冻结受伤的心。山中的味觉猛虎泰哥。我的厨艺就像我的高尔夫球技一样精湛。带着美食四大天王的国王怪。不会做菜的胖瘦警长。还有三个小屁孩组成的队伍，可能是来蹭吃的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。隆重介绍比赛的评委和赞助人，茶少春，他的儿子排骨，以及不当评委就哭的花花。我有疑问，这里没有厨具，怎么比赛呀？把小镇最好的厨具送来。有我在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首先开始的是食堂的三组选手，他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好美食。我们做点什么呢？依依，快发挥你的厨师天分，开始动手吧。我不会煮饭呀。
都是妈妈煮给我吃的。别看我，我只会吃。怎么办呢？哈，人间极品红焖冰淇淋。好厉害呀！爆炒蛋糕，看来我们来对了，今天肯定能吃到很多好吃的。罗克，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优雅 Q， 快想想办法呀！只有鸡蛋，美食大赛能赢吗？只好耍些花式技巧。水煮蛋，红焖冰淇淋有点鸡蛋呢。冰淇淋呢？因为太好吃了，我忍不住吃光了。原来在这里啊，我以为找不到了呢。第一场胜出的是罗克队，他们将进入决赛。第二场比赛开始。等等，警长，十字路口那儿又堵车了。干什么？糖果婆婆，食堂的厨师不干了，你得快去处理啊。岂有此理。国王队胜出，将和罗克队进行决赛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刺激的决赛开始喽。我会赢得比赛，拿到奖金。再来一点儿。好厉害啊！谢谢大家，其实我也是荒岛厨神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我都不知道原来我爸爸这么厉害。好了，结果有这么臭吗？快去把锅盖盖上。幸好有 BIQ 不用呼吸。这什么美食比赛，美食没吃到被熏吐了。我再也不会参加了，太差劲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罗克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只有我能拯救美食比赛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是不会做饭吗？别忘了，妈妈会做蛋糕啊。妈妈，你来帮我们了。大家都等了那么久了，怎么样让他们马上就能吃到呢？当然有办法。卡布呢？卡布，变成猫，我来啦！让卡布变成工具吧。卡布
变成鸟，数学班万能的工具。变成鸟，数学班它不但神奇，它不翻，它不圆，还有它不追。变成鸟，数学班它不喵喵喵，它不翻，它不圆，还有它不追。它不圆，它不追，还有它不翻。数学班变成鸟，万能的工具。数学班变成鸟，它不喵喵喵。变成鸟，数学班万能的工具。变成鸟，数学班它不沾神奇，它不翻，它不圆，还有它不追。变成鸟，数学班它喵喵喵，它不翻，它不圆，还有它不追。它不圆，它不追，数学班变成鸟万能的工具。数学班变成鸟，它不喵喵喵。蛋糕真好吃，大家一起品尝美食就是我办这个比赛的目的呀。对呀，这种比赛以后应该多多举办。原来蛋糕也是蛋做的，这么好吃。又不阿 Q， 别老是煎蛋，换吃蛋糕吧。啊，今天又是蛋糕。又不阿 Q， 你已经连续一个月做蛋糕了，可以换煎蛋吗？什么？你已经忘记怎么煎蛋了？别闹了！喵！看着美食，肚子饿了。博士，去飞天堂。你居然藏了一颗飞天堂！喵卡，怎么不能飞呀？不过其实食品效果差一点，要再来几颗吗？喵卡！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猫老祖。说到鸡蛋，知道为什么要吃鸡蛋吗？它拥有8%的磷，4%的锌，4%的铁，12%的蛋白质，6%的维生素 D， 3%的维生素 E， 6%的维生素 A， 2%的维生素 B， 5%的维生素 B2， 4%的维生素 B6。 这些营养都是人体必不可少的，而且一个鸡蛋所含的热量相当于半个苹果或半杯牛奶，所以吃鸡蛋能让自己更聪明，个子长得更快哦。